作用哈，基本上，因为呢，我们填入的是一个 text 是自串，是文字。那我们担心就是说，哎，自串如果跟自串相乘或者相加，有可能产生错误的话，那我们先怎么样？括弧的意思就是说，先把这些资料转换为什么？转换为整数。那转换为整数怎么？就是有个函数就是 clong，c 就是 change 的意思啦哈。LNG 就是 long 的话就是长整数的意思的缩写、哦、long 的话 LNON 它这边缩写、哦、没有 O 了、哦、所以 C long， 然后呢把里面的资料本来是文字转成整数，然后整数跟整数相乘之后，把乘之后的结果怎么样呢？再放到哪里呢？放到 label， 有没有？我们有个 label LBLD.caption，所以相乘之后的结果丢过来，那这样不就会秀出什么？秀出我们要的结果，对不对？第一个小技。第二个的话就是说呢，我要判断什么呢？判断我应该放在哪一列。那哪一列的部分特别注意，就是说如果我们用哪边呢，用 range B1 呢点 end， 那 x down 点 row， 这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说呢，如果我现在假如说我现在10485576的话，那我 R 等于2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特别注意就是说，我的资料假设说我现在把这些资料通通都给删掉，比如说我现在的资料现在是有，假设我现在通通删掉，那 B1 游标放 B1 对不对？ Ctrl 向下的话， Ctrl 向下就会取得什么呢？10485576。那其实 end 就是有点像 Ctrl 按住，然后 x down 就是向下的意思，它就会自动侦测到我们现在列在哪一列。那如果是10485576，那表示什么？表示现在一笔资料都没有。那一笔资料都没有的话呢， R 等于2，也就是写到第二列的意思。对，那如果说我今天呢不是里面有资料的话，一样把游标放在 B1 上面， Ctrl 向下，它会取得什么呢？取得是这一列是1247，那我在1248怎么样再写资料，